不是吧，不是吧，瓜拉拉少儿美术课你还不知道吗？千万不要以为文化课重要，就忽略了孩子美育能力的培养。要知道，画画不是单纯的线条和图形勾勒，而是表达和创造。5到12岁是孩子想象力和创造力发展的黄金时期，千万不能耽误了。哗啦啦少儿美术课，美院毕业名师授课，每节课都能让孩子学到新的画画技巧，独立完成一幅小作品来表达自己眼中的世界。赶紧左滑视频给孩子报名吧。